感恩上人，我们的内湖区又成立了一个那个修缮绿化团队，每两礼拜都出坡一次。我们的修缮团队跟菜园团队，还有一些我们的师兄姐都有到场。出坡前一星期，我都会一一打电话来邀约师兄师姐们来参与福田，所以每次的出勤人数都是非常的踊跃，约80到90位，甚至还有达到100位以上来参与福田。前路的规划，因为我有事先的准备，所以每次前路上都是非常的顺畅。前路完成后，我们的师兄师姐还会帮忙整理善后，清洗工具来归定位，我们发挥了团队的默契。进入慈济，我找到我的人生方向，我步步踏实做。我常常跟我自己说，趁我身体还健康时，我要把握时间，我要把握姻缘，赶快来付出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。菜园的团队把菜园当作一个修行的场地，与我们的心田一样的看待，如何将优良的种子种在大地上，如何把地上的杂草清除干净。师兄师姐他们的分工合作非常融洽，得到优良的成果。茶树精油、香茅露、香茅精油，真感恩啊！这就是吼，咱人生啊，上甜上香啊的成果吼。大家人用心用爱，尤其是呢来哦吼。师傅呢，特别去啦，啊，特别吼，想要入去啊，想要出来吼，那感觉讲吼，行无啥会开，真正是真水啦。尤其是吼，唐九教民吼，这不是形容词，是真正的。迄块土地吼，实在是真水。尤其是在那里站着，看到正面的湖啦，心吼，这样冷静下来，很漂亮啊。但是呢，因为现在的都会区在那发展，对内底要看到出来，无法度看到遐尼完整的对面的迄、那个湖景啊，不过呢，虫鸣鸟叫啦，依然还在啦。所以总是呢，真这块土地实在是真水啊。不过有一回我去吼，看到蛇，所以恁底下进出吼。爱真小心，迄当阵安尼抓安尼，真正是困伫吼，拄好要入去的迄个所在。总是呐，这就是众生的世界。大家平安。有人物，有动物。迄动物呢，有鸟啊，看到了你们拍到的。无敌啦！真正是吼、哦，伫迄片园的面顶，看到迄个乌蝶啦，嘛是吼、哦，想到较少年的时候，啊故乡啦，当时啊转去故乡，啊也搁看到讲无敌啦，伫迄个草丛伫咧飞吼，迄、哦、种的境界啦，啊都搁。走入来头壳底，迄、那个回忆啦，总是吼、哦，感觉人生真可爱，人世间吼、哦、真享受。
我们人呐、啊，在这个世间的面顶吼，咱是真享受啦。众生，我们人类也是众生中之一。但是呢，人类啦是万物之灵，所有所有啦的生物啦，人可以呢去爱护一切的生物，所以咱不应该去伤害生物，因为生物呢对人类奉献真大。蝴蝶、彩花、彩花、芳，啊，这个芳也是彩蜜，吼，啊，无去影响到花果啦，供应予人类的呢是蜜，而且呢。嘛，会搁加迄个种啦，安尼呢，搁再提起其他的空地啦。所以讲吼，人是享受啦，万物供应予咱。所以讲吼，唔只是咱的食物以外，目睭接触可以欣赏。所以讲吼。真正是真感恩啦，花、玫瑰啦，还有其他，应该还有其他花吼、哦。做成了吼、哦，这有到手旁应该也有其他的花吼、哦，可以做。到手旁真好用，有时阵啦，蚊仔叮到。啊，我安尼摕咧，都甲小抹一下，真正吼、哦，真好吼、哦，真紧就消去啦，这真好用。你若有做着，大家人多利用吼，甲、哦、大家人分享多利用，这就是吼、哦，也是呢，大地万物供应给我们的使用。可吃可欣赏也可以多利用，所以从此呢，万物啊，大地万物供应给人类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时常啊要抱着感恩心啊，似乎哈、哦、分秒呢都在念感恩。当然，感恩佛恩、法的恩，感恩我师恩呐、啊。所以呢，感恩三宝恩，这时候舒服来心啊，很感恩。所以各位也是同款，自在那无有大家人啊，就无有自在。啊，无有自在呢，宏观天下真侪苦难代志。这一回的台风呐、啊，有偌大，大家人转去吼、哦，爱拍开大眼，多看看信息。而且呢，这回这个台风呐、啊，真大，真强烈。力大，范围也大，尤其是呢，伊个范围是整个台湾哦，所以还是呢，大家人爱提高警觉啊。那是期待大家，哎，甲咱的会员呐，甲咱的环保菩萨吼，啊，叫因讲吼，两摊好事吼，提早关好好。风雨来吼，甲伊讲，师父讲，唔好走出去吼、哦。所以，这尤其是台风天，唔通想着讲哦，哎呦，咱环保遐吼，啊，是毋是爱过来去捡捡咧？因为暗嘛吼，所以
咱这老菩萨啊，因来替师父过好好，尤其是呢，咱一寡真正的吼、哦、爱的能量，任何一个人呐、啊，总是要互相关怀，所以请大家门堂好事，真正爱顺好好吼、哦。风大雨大，唔通出门吼！大家人用虔诚的心呐、啊、来祈祷。这时候，这最近尤其是这几天呐、啊，我拢一直安尼讲吼，真正的福气需要呢虔诚的心吼、哦，感恩各位菩萨，祝福大家人。身心健康，会记哩虔诚祈祷，而且呢，门堂好事过好好哈，感恩啊，祝福大家。